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专程到中军机关，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伟大复兴从这里开始。东企集团根植于河南长垣县，这个二十世纪重工业界显赫有名的中国起重机械之乡。从单一厂房到集群工业园云集，它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，超越其他重工机械产业区，迅猛崛起，跃升为全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、型号最全的起重机械及配件交易集散地，在世界工业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笔。东起作为中国起重机械先锋名牌，会天时、用地利、纳人和，顺势而为，卓越发展，现已拥有自主研发、精工制造、试验一体化的超大型产业园，引领着中国起重机械创新锐进，正为中国重工机械的全球崛起贡献着关键的力量。作为民族工业中的一员，用心缔造创新型的世界起重机品牌，让世界认同我们，东起责无旁贷。作为中国重工机械产业的民族品牌，我们敢为先锋，向世界发力，为中国力争世界的表决权。世界的也是中国的，全球视野、世界精锐是东企锐意创新的基准。东企集团致力于起重机械创新和发展，并通过与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芬兰等欧洲老牌工业强国的著名机械制造商进行战略合作，建立产业技术联盟，结成世界级专业产业集群网络，为东企全球化战略提供加速度动力。东企已建成分级制囊库，外聘专业战略顾问以及集团员工约4000人，包括管理技术人员和高级工程师等高级人才近1000名，各种生产设备、检测设备2000台套，起重机年综合生产能力达10000多台套，综合产值达15亿元，整机性能领跑国际先进水平。2012年，在世界设计前沿的深圳，东企集团成立了行业新锐的研发设计中心，以全球化视野研究市场需求，对接国际研发体系，创新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各类起重机械，掀起了一场全球起重机械行业的新变革。欧式起重机、铸造起重机、门式起重机、造船门式起重机、工程门式起重机、路桥起重机、架桥机、港口起重机、电动葫芦等起重机械设备品质卓越，制造精良，充分满足国内外市场多个领域对于起重机械的全面所需。东企集团自主设计研发的欧式起重机产品具有尺寸小、自重轻、免维护、性能好、工作持续率高、配置先进等优点，并可进行各种非标设计，满足不同条件、各种工况下的正常使用。东企集团的起重机械产品已覆盖全球钢铁、电力、石油化工、机械制造、军工、仓储物流、造纸、汽车制造等多项领域，
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、直辖市，与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，并远销美国、俄罗斯、德国、加拿大、巴西、印尼等众多国家和地区。精益求精的经营管理理念以及优质的产品，是东企的竞争力，是东企逐梦世界的根本。东企集团自创建以来，秉承务实、高效、创优、做强的经营理念，不断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，坚持平台信息化、管理精细化、产业集群化和供应链效益最大化 ，IPD 项目管理制、模式化管理、6S 管理，先后通过了 ISO 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，为东企产品的国际品质提供有效的保障。中国先锋的力量是引爆世界变革的力量。作为行业先锋企业，东企不断探索出供应链优势新模式。目前，东企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，各部门一体化发展方向，建立国际高标准采购管理机制，加强供应链的细节管理、内部流程和跨企业全球的合作，控制供应链成本，同时以生产计划的同步性、VMI 库存、GIT 生产以及前端的市场预测等信息化手段、计划协同管理为基础，实现供应链整体高效运作。东企已建立全国营销网络体系和服务体系，提供各种起重机械系列的备品备件、设备改造升级、设备租赁、金融融资服务等起重机系统化解决方案。举重若轻，东企是中国的先锋，是中国起重机械企业中坚实的一员。经营一个成功的企业，必须具备用心经营、执着做事。东企坚信梦想的力量足以举起一个世界，为梦想创新，为梦想卓越，为梦想坚持。东企集团将励精图治，不断进取，敢为先锋，逐梦世界。